每天来我的房间很安静的。人人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的了，以前呢在钱包里只有只能看到最贵的五千块钱草币啊，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万块钱草币，这是奖金吧，没有奖金的时候还是一样五千左右，有奖金的那个跟男朋友见面的时候，我呢拒绝了，哎今天不行，今天下午不行，然后回家以后把那个躲在我的贵重品那里边的奖金拿出来，然后放在钱包里边，然后带见面男朋友，然后让他去餐厅的时候，那今天我来出钱啊，他说哎呀该我了吧，哎你算吧你算吧，今天呢我拿到奖金啊，然后给他看看我钱包里的他很放心的，很放心啊，我的女朋友很厉害的啊，你是好坏参加工作的意思吗？很认真参加工作的意思然后我们那个去商店买东西啊，多买东西，那商店可以赚钱吗？也可以说是我们政府可以赚钱，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啊。加油，咱们在这边给村子吃东西吧，好，然后继续赶路去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加油，加油。然后，我们这里外国那个朝鲜人也是这样，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嘛，所以可以换汇的。然后那个很多，像我这样的，像我们单位的，